我的赖贴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哇哦！大家有没有知道了？为什么会录制这一次的 Vlog？ 揭晓。当然。真是逃贵啦，我为了逃贵而来这里啊。逃贵跟阿嘎，可爱的逃贵跟帅气的阿嘎。还带高五一杯了，哎，这样真薄啊！好了，我们就先下去吧。其实那个电梯也有啦，这个没有，这没拍了。先来坐个手扶梯下去吧，因为它好像是站，整个站都是，它是整个站都是。我们就慢慢走下去吧。哦，哇哦！应该不会有菜头，对，要跟菜阿嘎来。先拿一张，好了，我个经验。那这个是这里的。该到了，对面还有，那又该玩了，好吧，至少有，他到了。会真头盔。有来到这里，值得了。值得来了啦。
我还猜猜说阿嘎现在有录影，人家说好东西在录影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同样这一只吧，现在这只 GoPro。阿嘎说在厕所这边嘛，他也包下来。哦，行动力，哦，错了，这也不错了。啊，对，对，很口水。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个啦，要有太老贵了。200只 ，Ghost Gun， 出干喽！哇，嘎了！新北是三重站，然后的桃机三重站。那这个的展期，阿嘎有说了，阿嘎说这个展期是到明年的2月28号，都还可以看。那假如都来不及看的话，明年，其实现在七月嘛，8、9、10、11、12，明年1、2到2、28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你蛮开心的，可以来到这里，然后收到蛮多好贵的，那我就继续我们的 vlog 啦。祝我收个奖金啊！
映入眼帘就是泰雅嘎啦，阿哥他等好等满，后面就是以北了，二伯，等好等满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草爷的兄弟你说。那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上你的喜欢，订阅开启铃铛，才会知道我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想问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再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